那下一个景点呢，就是我们的 Whale Lake。下一个景点呢，就是我们的 Whale Lake。那这个湖我们也只住了一个晚上。那这个湖呢，我们刚，那这个湖呢，我们在旁边住了一个晚上。那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。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我给它2颗星。就是，那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没有什么特，这个湖面积比较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我给它2颗星。